俺老婆先参加的那个星光大道啊。哦，你老公先参加的，他当时得名次了吗？他开始初赛就淘汰了还。初赛淘汰了，你看你去出气的吗？报仇去的吗？就是他虽然说到星光大道那个淘汰吧，但是出来这来哈，有还有点个小命啊。他有时候出去演出，带着我去看看景，有时候嘛也带我上也上天上唱唱歌。然后吧，就是有一个俺山东的画家哈。他就给毕老师推荐的，俺山东有个大衣哥，他有个跑火车，唱的也不孬。等一下吧，咱去看看，那上星光大道了。然后毕老师看看咱，行，你看看这导演到他这来看看，就是上场细节。然后我就去了。那你有没有在山东请毕老爷吃什么小鸡炖蘑菇？或者是咱们山东没有小鸡炖蘑菇，吃什么饺子？东北的小鸡炖蘑菇。不是，您在山东请毕老爷吃的什么？没有，他回上俺这吃。来，你请他吃什么？我吃了他裹的棉布豆。啥？裹的棉布豆。裹的棉布豆是什么？裹子你不知道吗？啥？裹子。啥？裹子就是。裹子。花生。哦，花生啊，布豆，布豆的就是放上面，放上面，放上花生，有裹的棉布豆。这样子吧，就是花生，嘎嘣。倒上水，然后呢，再放上面，咯楞，就是放的花生，嘎碎，是切碎。这道菜的普通话的名字叫……这不是菜，这是啥？就是用刀吧，先把那个花生给嘎碎了，然后把那个面啦放到水里咯楞，我知道了，然后再倒锅里，就是裹的棉糊豆。哦，我大概懂了。好，我听饱了，我听饱了。好，很好了。上半截了，都说哪来着？都说哪了？我不知道。我的棉花筒是不是一位山东的画家？哦，向毕老爷推荐了他。是，哎，山东的画家，导演推荐了你啊。画家算啥画家？我给你打90年都没了。你画家推荐了你给毕老爷，然后导演发现，哎，你是个好苗子，来参加我们星光大道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是的，好。那当时星光大道老公开心吗？对，什么反应啊？哎，俺老公，俺老公跟你我上一碗两碗也不孬，什么位置的？水果。怎么我就我稀里糊涂的，就是第一关、第二关、第三关、第四关，我又拿到总冠军了。哎呀，我老公出来就做梦去了，不相信，还不相信我。嗯，你这样吧，我又。